浩兰传延禧攻略原班团队打造，直接我要积累更多的财富和权力，让所有羞辱过我的人都付出代价。越是想要往上爬，就越要放下满心仇恨。我不是你的仆婢，而是你的同路人。我可从未跟女人做过生意。我也从未听过想要权势的商人。这个银艺人极有价值，如此气魄，岂止可惜。之前没有你们的时候，我不也挺好的吗？现在赵秦正在交战，秦王孙可能随时会有杀身之祸。你们两个留下来，无非是多两个陪葬。如果您信任浩兰，也请您信任吕不韦。我吕不韦可以为王孙的大业不惜一切。请吕兄助我一臂之力。寡人会让你的无有怨言变成心甘情愿。宋太上路。财富你我都有。誓死保卫邯郸，与其人决一死战。浩兰，虚皆阔心，不枉活心。虚皆寻心，不我心心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段艺人的推荐。Hello， 2018爱奇艺 iJoy 悦享会的现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景言。大家好，我是聂远。在《浩兰传》中饰演李浩兰，是秦始皇嬴政的母亲。我在《浩兰传》当中扮演的是心怀家国、重情重义的商人吕不韦。《浩兰传》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战国大戏，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。我在爱奇艺等你哦，李欣。我在爱奇艺等你。